晨四点，当残星还悬挂在天际，这里的男女老少就已经忙碌起来。他们赶到恒河边沐浴，由此开始一天的生活。印度是我年轻的时候想象中间的最希望去的一个国度。到了印度以后，确实有非常多的触动。先呢，这条河不是一条普通的河，就是一个圣河。去恒河沐浴或者去恒河朝拜的人，他们能够显示出来对生活意义、生命价值的这么一种理解。瓦拉纳西位于恒河中游，是印度的一座圣城。北纬30度线从这一地区穿过。据说6000年前这里就已初具规模。释迦牟尼开悟得道的第一次传法就在郊外的鹿野苑，它是佛教四大圣迹之一。当年玄奘法师历经磨难西天取经，目的地就是这里。他来到这里，既是想求得古老的经文，也是为了从印度的智慧中寻找人生的真谛。我去的时候开始设想的是带很多东西，后来就带了一本博家梵歌。我觉得还是以一种尽量的空的心态去面对印度。它是你是博家梵歌最精华最抽象的一词语，它包括了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我觉得跟东方人的这种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思路是很接近的。印度教徒的眼里，在恒河中沐浴，既是在洗涤今生的罪过，也是在祈求来生的幸福。这是人与自然的交流方式，也是心灵得到回归的途径。每天清晨，印度加尔各答豪拉大桥下的花市就会升腾起各种芳香以及讨价还价的喧闹声。再过几天，这里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杜尔加女神节，因此花市就显得格外繁忙。为了庆祝恒河两岸的丰收，不到凌晨4点，这种被印度人称为圣花的金盏菊就要被花农们采摘下来，只有算好时间来收割，才能获得丰收季节里最新鲜的花期。在这绵延1公里的花市里，人们源源不断地从4面8方聚集起来，把这些金盏菊串扎成树，做成敬神的贡品，然后通过这条河运输出去。从花市前流过的这条河叫胡格拉河，是恒河的主要支流。恒河被称为母亲河，对印度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条河流，更是恒河女神的化身。它浇灌了肥沃的土地，滋养着两岸的儿女，也孕育了这片土地的生生不息。这个小姑娘叫 Ponama，
在市中心小学读七年级，尽管女孩的上学机会要比男孩少，但妈妈还是靠在恒河边卖花灯来供她和两个哥哥读书。漫步恒河岸边，随处可以看到这些卖花灯的孩子。这种用菩提叶或金盏菊做成的花灯，载着祈祷飘向恒河。这里是生命的源头，也是灵魂的归宿。瓦拉纳西，在这个分布着1500多座神庙的小城里，一年大大小小有上百个宗教节日，人们至今还保留着传承千年的古老习俗、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每到晚上7点，祭祀的歌声就会准时在恒河上空响起。人们用火和金盏菊向河水召唤，他们敬仰自然，相信生命轮回。我觉得印度人人生的一种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一种生命的解脱。这种解脱不是说回避职责、放弃行动，而是从事行动，而不执着于结果。如果我们能够静下来去考虑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对印度的生活的状态，我觉得都可以很能理解。对我个人来说，有限和无限生命和死亡这种问题，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最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其实是激发我们去创作或者思考的一个最根源的一个东西。就在祭拜恒河仪式的附近，一群身着纱丽的女人静静地聚集在一起，他们已经整整3天没有吃主食，而只靠水和水果来维持。这些身为母亲的女人们，是为了给自己的孩子祈福聚集在一起。这里面还有帕纳玛的妈妈，她今天把卖花灯的工作交给了女儿，自己一直在这里虔诚地为她的3个孩子祈福。她知道自己的小女儿有一个心愿。होती है मांगी है तो क्यों ना पूरी होगी सच्चा ही डॉक्टर बनना मेहनत करते हैं一盏花灯一个心愿一条河流满载着人们对风调雨顺的祈愿这是一条从心灵流过的河流，每天清晨，人们的信仰之旅从这里开始，它也和人们的饮水和生计紧密相连。印度以热带和亚热带气候为主，一年有10个月都是旱季，每当恒河水位下降，这里的用水就会变得紧张起来。मेरा नाम होरीलाल है, हम बचपन से काम करते हैं.मैं रोज धोता हूँ रोज कपड़ा दे देता हूँ कस्टमर को मेरा यही काम ही है 在印度专门有像胡瑞拉这样从事洗衣服工作的人因为城市缺水是普遍现象洗衣成了生活的难题于是大大小小的露天洗衣厂应运而生至今印度仍然保留着手工清洗露晾晒的传统习俗
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喜欢将衣服送到这样的洗衣厂。距离孟买市中心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有着上百年历史、可容纳上千人同时洗衣的多比哈特千人洗衣厂。这个夏天特别难熬，由于高温缺水，送来这里的衣物就特别多，洗衣的工作也变得繁重起来。侯瑞拉的爷爷是这里的老洗衣工，可年纪大了，手脚不那么利索，送来的衣服太多，常常不能按时洗完，因此他也一起来洗衣服了。欧瑞拉的爸爸和爷爷在这个洗衣厂工作了30年，他自己在这里出生长大，100多年来，成千上万像胡瑞拉这样的洗衣人恪守着祖辈们传下来的职业，在洗衣厂洗衣服，依赖恒河水维持生计。印度自独立以来，至今已延续3000多年的种姓制度从法律上被废除了，但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富有印度特色的传统制度仍然存在。洗衣的人世代洗衣，理发的人世代理发，数千年来，人们就是这样世代承袭，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गंगा में कपड़ा धोते हुए ऐसा अच्छा लगता है हमको कि मतलब जैसे स्वर्ग आ गया है।不光是侯瑞拉有这样的想法，很多平凡的工作在印度人眼里都是神圣的。萨卡是孟买 IT 公司的一名职员，他在市区工作，家却在郊区。一天来回需要3个小时，每天早上7点出门，他的妻子便开始为他准备午餐。Fresh khana dena hai and it is good for health. So roz hum aise dabbe pack karte hain aur fresh khana hamesha milte rehta hai unko.萨卡每天的好口福得益于一群人，他们叫达巴瓦拉，在印地语里就是送饭盒的人。每天上午10点，达巴瓦拉准时赶到萨卡家，带上餐盒匆匆离开。1887年，为纪念维多利亚女王继位50周年。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建造了这座具有哥特式风格的维多利亚火车站。120多年过去了，这里依旧是印度最繁忙的火车站，每天有500万人进出。中午11点45分，这支送餐队伍乘坐火车来到这里，然后乘辐射状，用各种方式将盒饭准时送达。बचपन से देखता था कि ये सर पे टिफिन लेके भागते हैं, दौड़ते हैं, ऑफिसेज में जाते हैं। जब ऑफिस ज्वाइन किया तो पता चला कि
गरम खाना घर का खाना।半小时之内，达巴瓦拉穿梭于大街小巷，日复一日运送着女人们做的便当。他们在与时间赛跑，在12:30之前必须按时将午餐送到那些丈夫们的手中。在这个拥有1600万人口的大都市里，随处可以看到这些匆忙奔走的身影。डब्बे वाले का एक ही इम्पोर्टेंट थिंग है कि डब्बे वाले का सर्विस लेते हैं हमेशा टाइम पे। देयर नेटवर्क इज सो बिग, पूरे बॉम्बे में छाए हुए हैं।孟买的达巴瓦拉大多来自普纳地区，他们有着共同的风俗习惯，信奉同一个神，对信仰极为虔诚。他们认为运送食物是最大的善举，无论发生什么，盒饭都必须准时送达。有人说，印度人的一生就是一场漫长而虔诚的修行。100多年来，达巴瓦拉见证了孟买日新月异的发展，也在每天坚守着妻子为丈夫们准备的每一份便当。我感觉印度人内心还是很充实的，在做他们的觉得是对的事情。这里面我觉得是有一种东西撑着的，这种东西可能是印度人对宇宙、对生命、对生活的整个的价值。说的最通俗一点，就是信仰，一种真正的信仰。我们甚至就说对生命意义的这么一种生活意义的一种信仰。无论采用什么方式，几乎每个印度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宗教和信仰。被称为宗教博物馆的印度，不仅产生了印度教、锡克教、耆那教、佛教，而且还接纳了伊斯兰教、基督教、大同教，多种宗教在这里友好相处，和谐并存。不少宗教已经在印度传承了上千年，并能找到无数的印证。公元628年，玄奘法师只身一人离开长安，经长途跋涉到达南印度。期间他游历了阿旃陀石窟，并把所见所闻写成《大唐西域记》一书，这座石窟由此而为世界所瞩目。19世纪初，欧洲探险者一边畅想着《大唐西域记》里描写的无限繁华，一边加快在印度寻找宝藏的脚步。1819年，一名英国士兵在德干高原打猎而误闯了丛林，在惊慌失措中却意外地发现了峡谷翠林深处的这座石窟——阿旃陀石窟。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阿旃陀石窟是孔雀王朝阿育王把佛教定为国教时期的辉煌艺术杰作。中国的石窟艺术就曾受到它的影响。与阿旃陀石窟相距不远，还有一处有着上千年历史的石窟，它叫埃洛拉石窟，是印度规模最大的石窟寺院群落，与阿旃陀石窟并称为印度的两大艺术宝库，它们都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埃洛拉石窟是佛教、印度教和耆那教的圣地，三种宗教在这里同放异彩，长期以来香火不断。不同的宗教在绵延2公里的山脚下毗邻而居，彼此尊重又相互包容。
印度之行得到的收获，激发的一些思想或者一些很浅的想法，把它落实到我的作品里面。就像我的作品里面，比方说用他是你，首先我在说他是你这三个字，我觉得极其有力量，极其强大。他是你最精华最抽象的一个词语，然后我把他是你用三种语言来刻成了木板的字，用那也重复的去印它。我是一个传统的艺术家，这是我们的传统给予我的营养，让我做出这么一种作品。我希望用这种符号去作为一种单位，作为一种因素，去营造一种新的图像。和三角合一的石窟一样，印度的艺术文化具有多元性和包容性。很多人放弃现实生活对物质、对名利、对欲望的追逐，而去寻找精神的解脱，内心的宁静。这里是牛的天堂，喧闹的大都市里，他们在车水马龙间随意穿行、休息、从容淡定。汽车和行人则要为他们让路。印度教徒敬牛如神，在他们心中，每头牛的背上都坐着一个神灵。这就是印度人对生命、对神灵独特的理解。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看待河流山川，去理解天地万物。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非洲好望角，发现印度新航线，随后欧洲殖民者便纷至沓来。为了得到更多的茶叶和香料，1690年，英国殖民者打开亚洲门户，并将其中一处命名为加尔各答。这是一座曾孕育过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城市，就像生于此处的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所说的那样，在这里既提倡东方的精神文明，也不抹杀西方的物质文明。特蕾莎修女，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如今特蕾莎修女在印度创建的仁爱之家这个慈善组织已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仁爱之家的总部设在加尔各答，主要为残障儿童和老人提供医疗服务。每周一是仁爱之家志愿者的报名时间，每天都有世界各地的志愿者来到这里。快乐不仅是仁爱之家的孩子们的表情，也是印度十月的基调，因为这里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国性的节日——十圣节。印度很多孩子从小是听着父母讲述罗摩故事长大的，罗摩在他们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耶那并称为印度古代的两大史诗。罗摩是《罗摩衍那》里面的英雄，为了歌颂他战胜魔王，人们用举办十圣节来庆祝。
这是十圣节的最后一天，红宝广场前聚集了几十万欢庆的人群，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演出着反映罗摩生平的歌舞剧，人们焚烧象征十首魔王罗波那的焰火纸偶，庆祝罗摩的胜利。这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度，作为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节日在这里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隆重，人们通过载歌载舞的过节方式来表达最虔诚的敬意。在欢度十圣节的同一天，印度教徒们迎来了杜尔加女神节，这是一个庆祝恒河两岸丰收的节日。亚穆纳河是恒河最长的一条支流，也是印度的第二大圣河。沿着这条河，拉普一家从西孟加拉邦开着运送神像的卡车一路欢歌。为了欢度这个节日，村里的人早在半年前就已经开始准备，神像从各地纷纷运来，人们要赶在日落前将神像投入亚穆纳河，让它流向恒河。恒河千百年来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流淌着，它是杜尔加女神的家园，也是印度人心灵的归宿。神圣的沐浴，繁忙的洗衣，饮食起居，生老病死，一切都与此息息相关。以这条母亲河为纽带，人们用自己的智慧探究着天人之际的奥秘，顺应着古往今来的变迁。这就是印度，一个北纬30度线穿过的古老而神秘的国家。